唔经唔觉，郑嘉颖同陈海琳嘅宝贝仔郑成月已经出咗世3个多月。佢哋日前就为仔仔搞咗个百日宴，郑嘉颖仲喺社交网站铺咗百日宴当日嘅相，仔仔嘅庐山真面目亦都首度公开。B B 眼仔非常精灵可爱，果然系有爹哋妈咪嘅优良基因啊！而嘉颖亦都留言话帮仔仔改名做郑成月，系希望佢可以每日都感受到爱同喜悦，仲话爸爸妈妈都好爱佢，祝仔仔100日生日快乐啊！